马尔蒂夫最前线，很快的来到了第四集。今天要跟大家开箱的是阿亚达度假村。在工作人员热情的歌声还有掌声之中，我们踏上了有着月亮之岛美名的阿亚达。阿亚达除了有美丽的别名外，也因为接近次岛，在 logo 的设计上也加入了光的意象。整体设计有着星月的融合，还有太阳的温暖的意涵。快跟着小编的脚步，一起认识这座充满温暖的岛屿吧。首先开箱的是日落海洋套房，以大地色还有橘色为基底，沉稳的木头搭配温暖的橘色调，宛如月亮和太阳。房间还有一块大的玻璃底地板，在房里就可以看有没有可爱的生物游过自己的家里。浴室的窗户打开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洋，这样的美景真的让人很心动。这份舒适感从房内延伸到户外的甲板区，傍晚在躺椅上看夕阳，这就是幸福吧。在岛上想要移动，除了可以打电话至前台叫车以外，小编也很推荐用脚踏车的方式惬意的环岛或是移动哦。刚参观完水上屋，是不是和小编一样很期待沙滩屋的格局呢？ Let's go！ 挑高的建筑，明亮的采光，配色跟水上屋一样，呈现出沉稳的氛围，穿透的空间，还有舒适的色调，营造出低调奢华感。穿过泳池旁的绿树，就可以看到大海。可惜的是，考察当天天气不太好，没录到美丽的日出。不过，看到倒映在海上的温暖日光，心情顿时变得很美好。度假的时候，偶尔早起也挺不赖的嘛。在阿亚达绝对不能错过 SPA 水疗中心，占地有3500平方公尺的水疗护理中心，有蒸汽浴室、桑拿浴室，还有各式各样的水疗设施外，阿亚达的 SPA 馆更与英国顶级香氛品牌 SPA 合作，按摩师温柔的手劲，再加上顶级的护肤产品，五感彻底放松，这才是女孩们的假期啊。结束疗程以后，工作人员会引导你到 SPA 附设的小型泳池，喝杯热茶，吃个小点心，为整个疗程做完美的 ending。介绍完房型还有 SPA 之后，接下来也是很多人想知道的度假岛上吃什么。阿亚达一共有8间餐厅，小编私心推荐在零度海滩的 Sea Salt， 主厨将现场烹调新鲜的海鲜，还有 BBQ， 搭配柔和的海风还有星空，真的是太浪漫了。现场还有精湛的火舞表演，美食美景，再加上精彩的 show time， 这将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美食飨宴。早餐的部分，小编推荐可以看日出的主餐厅马古。阿亚达餐厅所使用的蔬菜都是新鲜有机的食材，而且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变化，不怕会吃腻。拿好餐点后，随意找个位置，用马尔蒂夫的海景揭开今天的序幕。想要一场浪漫的海岛婚礼吗？阿亚达提供场地还有各种方案给新人，专业的婚礼策划师陪同你度过人生最重要的时刻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和你最爱的那个他在马尔蒂夫携手许下对彼此的誓言还有承诺，想必会是这一生最深刻也最难忘的美好回忆。阿亚达的主泳池也超级好拍，旁边就是酒吧，就算不游泳，点杯饮料在池畔旁晒晒日光浴也是很棒的安排。而泳池的前方就是沙滩，可以边游泳边欣赏印度洋的美景，绝对可以在这里泡上一整天。主餐厅旁还有各式各样的吊床，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，躺在吊床上感受海风的吹拂也是一种享受。不论是独旅、朋友还是亲子，在阿亚达都可以找到适合的旅行方式。一个人的自由，两个人的甜蜜，一群人的欢乐。
欢迎来到阿亚达，享受人生各个阶段的旅行，让阿亚达承载你人生每个重要的回忆。